受到水灾影响，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探视灾民。只不过洪水凶猛，似乎连军需工厂都遭受波及，传出产线中断。공장건물이일부무너지거나인근도로와다리가유실돼사실상가동중단이불가피했을것으로보입니다。外媒公开的卫星影像显示，北韩慈江道前川28号机械工厂一栋建物上方搭起了帐篷，与北韩其他淹水地区所搭的蓝紫色帐篷一模一样，工厂旁的平房与桥梁也消失不见，因此研判可能是溪水泛滥引发灾情。전천28기계공장은최근몇년간북한이대륙간탄도미사일 ICBM 과이동식미사일발사대등을생산한곳으로알려져있습니다。미사일제조물자가반입되지못하고있고역으로이동식미사일발사대도못나가는상태인것은분명해보입니다。不止如此，机械工厂不远处疑似是员工宿舍的社区也遭洪水侵袭。南韩媒体分析认为，在人力和物资短缺状况下，军需工厂很有可能已经停工。北韩看重军武发展，生产导弹固然重要，核子武器更是研发重点项目。그로시사무총장은지난해10월부터영변경수로냉각수시스템에서물이배출되는것을관찰했다면서이는현재경수로에서시운전과정이진행중임을시사한다고설명했습니다。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北韩宁边核能厂正在为了生产核燃料进行亲水反应炉测试运转，示警全球的同时也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规范。김정은북한국무위원장은정권수립일인99절을맞아미국의핵위협을주장하며자신들의핵무력을한계없이늘려나가겠다고위협하고나섰습니다。面对金正恩先前才说要加强核武能力，如今又被发现反应炉开始运转，北韩挑衅不断，核威胁持续笼罩全球。三选十个道。